与长安汽车一起追分，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欧盟暗影精灵，满血战斗力，玩出内力。 您打算建立一支以球状闪电为武器的太空军队？可惜里面没有活人。你都做了什么？做了您想做的。我点燃了火，却控制不了它。火势开始蔓延了，我也做了我能做的，该你们了。 PDC 9天梯事故发布最新通报：10天前，位于地球同步轨道的天梯高空中转站遭受意外冲击。事故发生后 ，PDC 启动应急响应，全力救治伤者，开展善后工作。经评估，撞击致使天梯部分结构受损，但并未显著影响太空船坞的持续建设。天梯工程现已正式复工。同时 ，PDC 郑重表示。 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必然艰辛，但我们克服万难，推进主流防御计划的决心绝不会动摇。此外，面壁者泰勒被破壁的传言引起了各方关注，其计划的具体内容引起民众热议。PDC 紧急召开听证会，并作出声明：面壁计划绝不能存在伤害人类生命的内容。因此，针对泰勒先生。 新建成的太空电梯破坏严重，高空中转站结构撕裂，太空船坞损毁超过90%，大量碎片导致132架卫星报废，并在5年内都将对空间站、航天器和外空活动构成威胁。碎片清理正在进行。主流防御计划整体进度推迟约18个月，事故中共计272人当场死亡。272人，后续影响尚在统计。 很明显，这是一次针对面壁计划的恐怖袭击。代号冯·诺伊曼的 ETO 残党必须为这次事故负全部责任。不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他捏造的破壁言论，所有人类同胞都不会相信。我们已经以面壁者的名义，妥善安置了罹难者家属。 天梯不久后也会完全修复，战争才刚刚开始，人类需要你，泰勒先生。我的使命结束了，萨伊主席。听证会上我已经说了，我解除面壁者的职务，并且申请。 向全球公开我的声明。可以，泰勒先生。你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吗？摩利亚地山上的那段，我们只能选择是否牺牲。 但不能选择牺牲什么，这也是你一直想找的东西。
破壁人的陈述。人质实验室是您故意设计的吗？是为了蒙蔽制服吗？被破壁也是您计划的一部分吗？您觉得自己成功欺骗了ETO吗？您预计ETO还会有什么动作？您觉得还会出现新的破壁人吗？您能公开反驳破壁人的言论吗？您有什么想对ETO坦荡说的？破壁人冯诺伊曼还要接受采访吗？首次遭遇破壁人后，您有什么经验分享给其他秘密者？泰勒先生，我们支持你。泰勒先生，您下一步实验室的变形计划？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罗老弟，有人找。谁啊？那你等我一下，很快。你先去吧，我正好上房间收拾一下。这里真美啊，就像天堂。是啊，这就是我的全部。很抱歉。啊，我没事儿，过去的就不提了。聪明人，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你才是那个最具有责任感的人。我？怎么可能？至少，你没有伤害过不应该保护的人。你是对的。我来找你，是因为只有我们能理解对方的痛苦。那个人说的是真的吗？他猜对了，但对我打击最大的不是这个。破壁人出现后，破壁网站就公开了我的所有计划。PDC 也准备以反人类罪裁决我，结果他们却说
这些证据可能是我战略的一部分，我不受指控。所有人都对我露出那种微笑，宣布会议结束。我当时完全崩溃了，我冲出会场，向广场的人大叫：我是面壁者泰勒，我的破壁人成功地揭穿了我的战略，他是对的。我要用球状闪电去攻击地球舰队，我要让他们作为量子幽灵群作战，我要杀人，我反人类，杀了我吧，你们惩罚我吧。结果呢，广场上一大群人围着我看，他们的眼神像是在说，看啊，他是面壁者，他在工作，他做得多好，装得多像。破壁人怎么能识破他的真实目的呢？在工作，在伪装，还在执行计划，是吧？我们怎么会被置于如此滑稽的境地？泰勒先生，这个恐怕是我们永远没法脱身的怪圈。我试过了。永远没法脱身？不，有办法的。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办法的。你需要休息，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吧。可以在这儿待一会儿吗？你在这儿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。好好放松一下吧，一会儿我叫你吃饭。是吧？不会吧？德里克·泰勒的女儿艾琳娜博士的殉职，献上最深切的哀思。敬告各位人类同胞，自人类历史延绵至今，经历过无数巨大的灾难，
我们从瘟疫和战乱中幸存下来，并在海洋、沙漠和平原中建立了不朽的文明。这坎坷但辉煌的300万年，在宇宙尺度下或许只算是一瞬间，但没有任何种族、任何文明能够以任何理由小觑和抹杀我们珍视的一切。所以此刻我们要讨论的不只是生存，更是尊严。大敌当前，面壁计划和主流防御计划互相配合，各取所长，这正是人类凝聚力和生命力的铁证。如今面壁计划进入沉潜时期，在 ETO 组织的反扑下，人类的防御正在被蚕食，人类的信念正在接受挑战。但我们不惧挑战，因为人类在生死存亡之际绝不是一盘散沙，而是坚不可摧的整体。越是至暗时刻，越要凝聚全人类的信任。我坚信这一次人类必胜。冬眠流程开始操作，启动 PET 程序，强核磁共振仪已开启，大脑扫描中，正在定位下丘脑。面壁者的沉睡不是面壁计划的沉睡，天梯的重建则象征我们能征服一切险阻。如果主流防御计划是人类的盾牌，那么面壁计划则是以我们的思维指向三体人咽喉的一把利剑。作为 PDC 现任主席，我将以人类存续为最高使命，不惜一切代价守护我们的母星不被侵犯。将带领你打赢这一场战争，更要让正在逼近的侵略者看到，人类或许渺小，但永不屈服。受损情况怎么样？球状闪电击穿了宏观和微观的界限，这不可能。无数的可能性叠加在一起，呈现出什么完全由概率决定。这事儿得出邪招。他们到底会怎么样？别回头。我只能说，像薛定谔那只寄生又死的猫。我们是不是帝国在慢慢复杂着？这才是宇宙的真面目。一切不确定都被过滤掉了，只看得到数字，坐标系。所以你是说，真正的灾难才刚开始？